好，各位，我今天突然间很想拍这个视频，大家看一下我的眼睛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各位。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小铃铛。这不是特效妆哦，而且我也不是被人家打过来哦。还有这里耶，这里也会晕染到哎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各位，千万千万不要买这一支。眼线笔，这是 Tarte 的眼线笔，它一边是 liquid 的，另外一边是 pencil 的。天哪，我现在是趁因为行管令期间待在家里面，我偶尔也是需要化妆，因为我也是想要拍一些短视频啊，拍一下 TikTok 啊，哈，我会上一下妆。我是想说，反正待在家里面就赶快用完它，用完它马上丢掉，以后不要再买了。各位不要买它，你看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又没有流汗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化了这个妆，然后就坐在那边哈。半个小时它马上变这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做哎，到底怎么了？很生气，我用到它很生气，各位不要买，不要买，很生气啊！好吧，我录了，大家 stay positive, stay pretty, and stay safe, 谢谢。Facebook 的朋友，请来赞我的专业，然后按 following, 接着就按 Keepers, 谢谢你。